30岁以后，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，但是可以不拥有；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，但是可以面对。我是王琳，今年50岁，我来这儿是替自己争个婚。我现在期待的是一双坚定的双手，温暖。 而又有底线，什么样的男生会比较吸引我呀？比较白一点的，带点幽默感。两个人的相处就好比是两台调频的对讲机，只有频率相同，才能最清楚地听懂彼此。在爱情面前，我想我是一只不死鸟。我希望这份勇气能给我带来幸福。放开心，相信爱。万岁山。 怦然在心动即将播出，见证熟龄女人的真爱之旅。